咱是常态性以后拢该改做，哦，第一，难道哦，啊，只有什么一节这个有关，哦，鞋啊，什么啊，这些加工用品，好不？诶，这个农业产品哦，咱咱它它会加工哦，诶，做出个健康健康性哦，咱这个管理心理嘛哦，今天咱是个投资，哦，投资啊，你好，啊，大家别惊个哦，这真简单哦，啊，诶，这个加工团队哦，一点一砖。公司翠美哦。咱做翠美 DIY 这个活动，有你的参与，咱南投县温水乡的好的鞋啊，会当来到咱南投市做一个推广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咱鞋啊吼是，即摆多出，吼、哦、多出啊，今年鞋啊较贩售啊，啊，但鞋啊吼一定要经过加工，吼、哦，不管你做翠美，来做球鞋，来做暖鞋，吼、哦，是你只要协同咱大家推荐的，阮有滴卖美机吼。哦这种经过加工的物件，即摆来到咱宜兰吼，阮有全县各地去提供这个鞋啊，啊，鞋啊是最好的养生食品，哦，伊是碱性食品，所以你食了对咱改善饮食吼非常好。哦，是，咱今日来到，咱西岸的。